Thank you.
身为耶稣的门徒，除了领受神的爱，更重要的是要明白为主而活，也为主而死的真理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我们的罪受死，为要使我们的生命能与他同活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既然是新造，就不能活在过去的旧我，必须照着圣经真理的教导，贴近主的心意，学习主的样式。圣经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我们眼光的焦点在哪，心思就在哪。若我们领受了生命的救恩，却仍活在过去的思考模式与生活法则，又如何能更像耶稣呢？这个世界是以功名、成就或自己的利益为优先，耶稣的门徒则是以基督为首，脱去各样的缠累到主前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使徒保罗说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每个基督徒都当以此信念为紧要，时常警醒，专依靠主，好让十字架的记号常刻画在我们的生命中。主是我今世家，在必有生命水，有哥哥他山留下，白白赐人洗罪，十字架。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我终罪都洗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。为靠耶稣宝
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以弗所书二章13-16节。